清早，根本睡不了懒觉。深蹲冲到单位，路上买几个肉包，想要飞速吃掉，趁地大人还没到，肚子发出抗议讯号。敏锐的大耳朵突然捕捉到信号，地大人在靠近，手里文件必胜高，望着他的表情，贴贴里带着苦笑，交给我吧，放心就好。张大妈家逃走了一只可爱小猫，我运放一束钢线，全力以赴将它寻找。周大哥家门被人进行恶意涂鸦，初步分析是猪八戒的自拍照。别慌，介绍。在下西明里人放下密探有一行。别慌，危险。虽然干办的少，但是服务态度好。别慌，出发。感恩市民的小事度也有。重要，别慌，加油。事情还正在侦破，我也有了新情报。上官大人来到，给我带来新情报。稍微退后半步，显得他没那么高。机关人的核心在近期接连被盗，运放你知道不知道？榜样在我心中总是千百般的好，他能在天上飞，而我只能地下跑。有人报案说他在街上涂抹会好，就由我来将他打扫。眼看着留给我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就算接收到情报还是感到莫名其妙。突然关键的古镇又被弟妹甩掉，我累了，时间毁灭吧，请你趁早。加油，别再为我加油了，明天根本不会好。我出发，儿子全都搞砸了，职业生涯画句号。别哭，微笑，根本我就笑不出，尽量不哭好不好？别慌，介绍，在小西明里远方正在写辞职报告。到底是密探的命，沾染了密探的病，守护长安城的使命像是命中注定。既然已经知道那副什么火鸡的令，执行任务也要谨慎时刻保持冷静。每天上班工作从早到晚辛辛苦苦，每天下班照顾弟弟妹妹缝缝补补，每天审问犯人就看他们吞吞吐吐，每天记录敌大人的一路行踪。守护长安每一天，无论心情多糟糕。别慌，别慌，千万不要怕跌倒，谁能永远不摔跤？别慌，别慌，一番也能不得了，英雄不分大或小。别慌，别慌，在下心。